很高兴见到您，我是治安官青衣，请问您预约治安局社区服务的具体诉求是？等一下再说。哦，这不是店长吗？抱歉抱歉，刚在自动巡航模式没有认出两位。如果连人造体都能理解生命的意义，那么人类或许也能吧。哇，结束了，真不愧是经典。再看何物竟如此集中。终焉者二，青衣看过吗？很早就想推荐给你的。还未，稍待一下，给我一秒钟。嗯，看完了。说的是人造体800星于凶险的末世之中守护一个小女孩，两人相互依靠扶持，而后逐渐产生了情感，最后却不得不分离的故事。嗯，剧情尚可吧。哦，竟然去搜剧透了，这样看电影实在是太浪费了，治安官大人。并非看剧透，只是从数据库中调取了电影，进行了数据分析和模式认知罢了。主人，这是高级人工意识的科技黑化，请允许我为您翻译一下。没错，其实就是去看了剧透。两位使用的家用智能语音助手似是加在了极为独特的性格设定啊。对了，正好有工作上的事要叨扰二位，去借几盘袋子来进一步解析人类行为，尤其是神秘力量作祟的恐怖片之类，多多益善，是为了治安局的社区服务。青衣不是能直接调取电影数据库吗？注意到店长使用了某种修辞手法，不过毕竟是为了任务需要搜集的背景数据，既已接下了，还当稍稍认真一些。即便这个社区服务本身再怎么呆，所以才开启了自动巡航吗？我要是也能一边处理琐碎工作一边睡大觉就好了。琐碎，哼，其实琐碎二字就能涵盖的，起先是治安局的大人们发现无论如何三令五申，神网还是屡禁不止，结果朱渊他就献上了赌不如输的计策。既然市民有面对空洞的实际需求，又不能事事都找治安局，自然就会出现神网。如果每个治安官都能抽出固定的时间来做社区服务，帮助市民解决实际困难，一旦建立起市民对治安局的信任，全面铲除神网的计划就实现了第一步。这就是釜底抽薪之计吗？不愧是朱渊，提出了如此周全的方案，真是令人安心呢。的确是一条好计策，不过两位的口气似乎有那么一丝不真挚。算了，其实我亦不真挚，主要是市民们的需求实在是过于别开生面了。譬如测试一下自己的未婚夫会不会背着自己勾搭别的女性之类，还有我怀疑六分街有某种神秘力量作祟，麻烦治安官区一下之类。更可恶的是我今日的搭档纳斯，前一秒还在宣讲社区服务看似有点鸡零狗碎，其利益是如何如何高瞻远瞩，结果趁我一口热水没喝下去的功夫，光速接下了别处发生的事件，然后抄起阿崔飞也似的溜了。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是那样的嘛。青衣要是需要搭档的话，我可以啊，跟治安官一起探案，不就像那个什么什么电影的剧情一样吗？呼呼，好帅。不曾料店长竟对这种事情感兴趣，感觉林只是想狐假虎威，帅气地甩出风衣上别致的治安官徽章而已。店长若是愿意协助，于我而言自然是帮了大忙了，不过徽章是不可能给的，口头封一个协理治安官倒不是不行。那你放心去好了，店里就交给我吧，林。
那么我先行一步处理掉别的点对点服务的预约，一会儿在街上碰面吧。何丽，不必顾虑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将你想说的说出来就好。其实是何丽的好朋友泰迪，他已经失踪了好几天了。失踪？这个地区似乎没有关于失踪案的材料递交。何丽最近有没有随爸爸妈妈一起去过治安局呢？没有。爸爸说家里才刚从旧地铁区撤出来，哪有精力去管泰迪的事。可是何丽真的好担心，何丽从来没有那么多惦记，见不到泰迪。小贺丽做得对，协理治安官说得不错，失踪不是一件小事，定要交给治安局来处理才可。贺丽有没有泰迪的照片？有很多的。但上次搬家的时候，因为急着坐撤退的列车，行李就全都……无妨。那么现在治安官姐姐要问你几个问题，贺丽一定要认真回想，答案越准确，我们找到泰迪的概率就越大，明白了吗？那么这就开始吧。身高、体重，泰迪正好比赫利矮20厘米，身高是101厘米，体重比赫利要大，是32千克。失踪当天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款式？是蓝色的鲨鱼连体服。市长如此这般，没错吧？贺丽，您的案件现已受理。太好了，爸爸之前说治安局的大人们是没有功夫理会这种事的。放心吧，治安官青衣是不会坐视不理的。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贺丽的帮助，能做到吗？贺丽最后一次见到泰迪是在什么时间地点？是在引力电影院。因为贺丽想吃爆米花，泰迪就去影厅外面买了。贺丽一直等到电影散场，泰迪却再也没有回来。引力电影院，就在分署旁边，竟然会发生失踪案。这就是所谓的灯下黑吗？确实值得调查。是啊，不过我要先将贺丽送回家。到时候就在光映广场的引力电影院附近汇合吧。
子似乎有所发现。青衣请看，果然这就是协理治安官的实力吧。嗯，店长您捡了这么多垃圾做甚？啊，难不成您以为这些都是证物吗？哎，难道全都不对吗？怎么会？我本来连被夸了又怎么回答都构思好了。初次探查，这也很正常，毕竟可疑物件也不会高亮显示出来。等我分析完这批视频再一同……等一下，你口袋里的那个是什么？刚才捡到的是一张签过名的海报，还挺有收藏价值的，所以就想拿回去。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吗？嗯，既然会被店长收起来，它理应不该被随便丢弃。嗯，如果不是因为店长深谙电影知识，我可能会错过这个细节也未可知。上面的笔迹虽然有点模糊，但还是能看出兔鹤立这几个字。如果是泰迪落下的话，很有进一步调查的价值。待我扫描一番。啊，竟然有高活性以太物质剧烈反应后的残留，数值还不低。空洞外的物品竟然会沾染上如此高浓度的以太残留物。不过这倒也方便了我们的搜查。我这边也有所收获，查到了泰迪失踪时停在这里的可疑车辆。要是跟失踪案有关的话，那辆车说不定也会沾染上以太残留物。我们这就去确认一下吧。甚好，协理治安官，迅速就锁定了可疑车辆。果然，后轮上有高活性以太物质剧烈反应后的残留物。就进展到要抓获嫌疑人了吗？啊，怎么可能？刑侦是讲求真凭实据的，要沉住气呀，协理治安官。以太残留物虽然有点可疑，但此地毕竟是新爱丽都，沾染以太残留物自然有各式各样的缘由，毕竟也不能算是什么特别奇怪之事。无妨，蹲守这辆车的事就交于我吧，反正我也无需睡觉。完全不休息的话，青衣的身体没关系吗？住院那家伙也总是如此劝我，只能说是多虑了吧。一个一个都是这样呢，住院也好，小鹤立也好，现在连店长也是。人类真是一种有趣的生物，对明明算不上是生命的东西投射如此多的情感。虽然说帮助市民是身为治安官的本分，不过泰迪毕竟只是一只帮布而已。说到底，智能机械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遇到危险时能代替人类被舍弃掉。譬如我，虽然有着零一 NG6 刑侦狱友这样高级的型号，也不过是只功能复杂一点的帮布而已。生死这种事，相信泰迪和我是一样的，自己本身其实并无执念。倒是没想到赫利竟然会如此难过。虽然不那么了解，不过可以被舍弃肯定不是智能机械存在的意义吧。所以说真的是一种有趣的生物呢。放心吧，无论是帮布还是狱偶，皆不是同人类一般脆弱的存在。今天的调查很有收获，有了这些线索便可以向治安局申请正式的搜查令了。之后有需要店长你帮忙的地方，我会再联络的。那么先告辞了。
很高兴见到您，我是治安官青衣，请问您预约治安局社区服务的具体诉求是？好像又开了自动巡航模式，怎么样，林，要不要叫醒青衣？恭喜你就任治安局长。哦，甚好，如此我的第一个命令是停止进行社区服务。哦，两位店长，方才好像做了个很不错的梦。青衣看起来好像有点疲惫的样子呢，没事吧？哎，只是太长时间没有关机罢了，有点冗余数据，无妨。最近一直在蹲守上次排查到的可疑车辆，终于抓到他进出克里特空洞的证据。我已向局里申请了人力和萝卜，待批文一出就可以去找泰迪了。不好意思打扰了，刚刚好像看到一位治安官往这里过来了。您就是青衣治安官吧？我们家小鹤立真是给您添麻烦了。您这是做什么？真是不好意思，孩子不懂事，为这种事情惊动了治安局，实在是太兴师动众了。那只帮布丢了就丢了吧，也是老款了。我想这次干脆重新买一只给贺礼，把设置还原一下，然后拜托您送给他，说这就是找到的泰迪，就完事了。这样做真的可以吗？您的女儿应该非常珍视泰迪。没错，请您相信。等一下，我明白了，如果这就是您的意思的话。青衣怎么突然就……走得还真干脆。青衣，你是怎么想的？难道我们不救泰迪了吗？我是说正版的泰迪。他只是一个担心女儿的父亲而已，至于探案的细节无需与他争论过多。而且刚刚收到了通讯，这只泰迪二号可能会帮上大忙也未可知，我便先权且做此处理了。青衣，是发生了什么吗？批文没有下来，失算了，帮布没办法被归类为人口，不能按失踪案，只能当作是失窃案处理，那就没办法申请到萝卜和额外的人力了。这样一来，空洞救援势必会延后，只怕届时泰迪早已凶多吉少了。但是用新帮布去骗赫利是不对的。我并没有说要抛弃泰迪，只不过完整的把泰迪带回来这件事不太现实而已。两位不会忘记了吧？智能机械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可替代性，手断了接上就行，身体要是完全损坏了买一个新的就行，只要最核心的记忆芯片能够取回。好主意，不愧是治安局的智能系统，果然能够提供别样的视角。主人冷静，不冷静也没关系，我会为您泼上一盆赛博冷水的。这个计划存在一个漏洞，泰迪是八年前的型号，与今年的新款存在外观差异。看来青衣治安官的智能系统在缜密性上还有进一步迭代的必要啊。这倒是无妨，两者区别不大，只要稍加改造恢复成跟老版本相似的样子即可。Fairy， 收起你的胜负欲，找出新老版本帮布外观上的具体差异。了解，搜索啊啊，还有比老版本帮布更可爱的存在吗？直接抱住亲死页面，得到结果一，老版本的布布肚子圆鼓鼓的，喜欢小肚子的只有我一个吗？结果二，老版本的帮布因为是机械动能核心，所以会一卡一卡，超可爱的。结果三，呜呜呜，之前版本的表情包明明就更多一点，哭哭。针对以上三项进行外观改造，一定能完美复刻出老版泰迪。竟挑了些奇怪的帖子念了出来呢，多谢了 Fairy。 Fairy 专注于为主人提供别样的视角。既如此，
要做的事情也就很清晰了。开始加工泰迪二号吧。
何丽刚才好像在街上看到你和录像店的姐姐啦，就想来。哇，那个是泰迪吧？已经找到泰迪了吗？这个不是泰迪。姐姐，你们是不是找错布了？赫莉，你确定吗？泰迪是赫莉最要好的朋友，赫莉绝对不会认错的。泰迪的耳朵这里有为了保护赫莉不要摔倒而磕到的窝窝，泰迪的屁屁这里有赫莉小时候涂上去的胶水，那个胶水很牢的，怎么洗都洗不掉。三关姐姐是不是找不到泰迪了？所以你们才泰迪的事赫莉都好好记住了呢。听好哦，这次是因为边上那个新手治安官采信了错误的情报才会找错布的。啊，是我的错。不过青衣姐姐，我是很老练的治安官，不会犯那种低级错误的。之后就会由我亲自接手，绝对能找回泰迪的。真的吗？真的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忙于探案了，赫莉能自己回家吗？真是敏锐的孩子呢，就算外表上几乎一模一样，就算能取回泰迪的记忆。果然泰迪二号对于赫莉来说仍然是另一只帮布嘛。生命的珍贵之处正是那些无法复制的共同经历。好吧，所以说人类真是一种有趣的生物。刚才要你帮我圆谎真是多谢了，不过接下来会不得不进空洞救援，对于店长来说实在是过于危险了，我会自己想办法的，先告辞了。刚才我又联络了一下青衣，还是完全没反应，总感觉有点不妙。不会是自己一个人去空洞了吧？ Barry， 赶快去省网上检索一下，有没有疑似是青衣发的帖子。检索完毕，有一篇看起来很可疑的帖子，全文如下：尊敬的神将，特此通知，自有一份委托，需在克里特空洞进行帮布救援。根据数据分析和模式认知的结果，目标可能在 T8 AE32 区域。有意向者请留言，
详情面谈，期待此次会面能有效促进工作进展。数据分析和模式认知，还有这古早味的口吻，肯定是青衣吧。糟糕，该帖目前还没有任何神将回复，发帖者最后留言是13分钟前，内容为已抵达空洞附近，最后再确认一下，没人接单的话就算了。灵，如果现在我们赶到帖子上说的那个目标区域，说不定还来得及。马上行动。有差事吗？小木，苍角，到，好位，出发了。主人，已发现青衣治安官。啊。相当眼熟的帮布呢，又见面了，法厄同。作为神网第一号通缉对象，你接单是不是太不谨慎了一点？想看看治安局为什么要招募神将，就当是欲存入一些友情值，将来好求放过。嗯，怎么？莫非你接单的时候便已知道这是治安局的活了吗？青衣治安官大人，实话说，您的神网帖子写的实在是太可疑了。就这样明显，难怪一直没有人接单。既如此，为什么法厄同会？你这家伙，难不成其实是一个好人？麻烦不要用这么震惊的语气夸人好吗？罢了，此刻需要借用你的力量。当然应该稍微客气一些了。情况是这样，我正在追踪与案件相关的嫌疑车辆，已经发现了疑似那辆车的痕迹，需要神将提供空洞内的导航，请协助我的调查。上次蹲点的可疑车辆最后消失在这里，得将所有可疑人为活动的痕迹都调查一遍。对比 HIA 已登记的合法调查活动，剩下的就都是可疑活动了，坐标也传给你。主人，检测到这辆叉车存在高活性以太反应，同青衣治安官之前搜集的证物吻合。叉车丢在空洞里的废弃叉车并不少见，但怎么说呢，这辆实在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好像浑身都散发着我只是普通的废弃叉车，我什么都没有挡住的气息。神将，不要逞强。主人，搜寻到未知求救信号，解析完毕，是属于帮布的求救信号，已探明抵达信号源的路径。治安官大人，找到帮布的搜救信号了。很熟练嘛，熟练到我想反悔直接逮捕你的程度了。哼，那就来追着看吧，治安官奶奶竟然生气了。慢点，左老爱又是没好品德。刚才好像听到咔嗒一声，不过无事发生。弹射激光失效了，年轻人还是莽撞了，无妨，我来修复。神将莫要乱跑，信号源就在前面，去那边等青衣吧。灵，奇怪，信号应该就是从这个地方传出来的才对。泰迪，是你吗？
棒棒棒棒棒。谁？都说了我是棒棒棒棒的棒棒棒棒了，竟然还是会说通用语的小帮布，稀罕，更不能让你跑了。说起来，这个从帮布身上拆下来的紧急联络装置可真是有用，只要是帮布都会上当。这个人好像有点不太正常，还是赶紧回去找青衣吧。回去？嘿，一旦落到我们帮帮帮帮团伙的手里，就别想跑了。看招，对帮布专用喷雾。突然都黑屏了，是和 ES 的同步中断了吗？灵，你不要紧吧？刚才眼睛一下子好痛。眼睛？现在已经没事了，哥，不用担心我。反而是 ES 怎么样了？ Ferry， 还能连上 ES 吗？要速度。断联后已经发送了28次重连请求，均失败。正在尝试使用备用线路。Yes。备用线路已成功连接，但传输极不稳定，推断通讯系统已经受到极大损坏。不过 ，ES 与青衣之间的通讯信号并未受损。要通过 ES 桥接青衣吗？为防止主人的身份暴露，我可以给两位加一个深沉的模糊语音和特效，但被青衣治安官识破的几率仍然高达43%。主人，请下决断。桥接青衣。好的，正通过 ES 桥接青衣治安官的通讯线路。青衣，听得到吗？哦，通讯已经恢复了吗？不愧是法厄同。不用担心，已经赶到刚才发出救援信号的地方了，一定会救出你家帮布的。还要靠他走出空洞呢，我可不想变成乙骸。救出来。出手的呀？错了，此时此刻我可不是治安局的人，快交代，不然就尝尝这个辣椒水。哦，不是，对帮布专用喷雾的厉害。等一下，那可不是什么辣椒水，是高浓度的液态溶剂。大人饶命啊， 我一定会通通交代的。高浓度的液态溶剂 ES
你刚才伤害的可是治安局的协理队员，该当何罪？大人，我不知道啊，我怎么敢？在下，你不是说不是治安局的人吗？说清楚，为什么要对帮部下手？你们的据点在哪里？作案手法是什么？原来如此，用高浓度的以太溶剂瞬间侵蚀帮部，引发内部系统混乱，阻碍通讯、自救模块等功能。这样一来，泰迪也就没办法向近在咫尺的治安局发出求救信号了。不过绑架帮部竟然只是为了拆解零件牟利吗？怎会走上如此不靠谱的犯罪道路？对了，你家的帮部怎么样了？伊阿斯怎么样了？外观上倒是没有什么损坏，只是看起来智力好像不大高的样子。主人，这里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先说坏消息。伊阿斯目前仅能勉强维持基本通讯，收集空洞数据的模块已损坏87%，请勿使用。至于好消息是，没有更多坏消息了。泰迪已经被高浓度以太喷雾喷过好几天了，如果再不抓紧的话，肯定就没救了。从帮榜帮榜的交代来看，他们的据点还抓了一大堆其他的受害帮部。我们已经抓获了帮榜帮榜，如果不趁今天直捣黄龙的话，一定会打草惊蛇。无论如何，不能放弃这次的救援。法厄同，你的意思呢？赞同。但是伊阿斯的功能已经，要怎么办？青衣治安官，是运用那个技术的时机了，您明白的吧？这可真是相煎何太急了， AI 何苦算计 AI？ 不过的确是一个好办法。那个技术吗？善，便如此这般吧。善，便如此这般。等一下，两位 AI， 麻烦进行人类语言范畴内的沟通。肯定，将沟通翻译为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可通过分布式运算，将 ES 的部分功能装载至青衣治安官的系统上。也并没有很好理解。了解。用更浅显的语言进一步解释 ES 青衣分布式运算技术，您将和青衣治安官进行感官同步。使用分布式运算，可在保障通讯前提下立即恢复空洞搜查的功能。该项技术的风险为青衣治安官将分摊 ES 的以太侵蚀。这无妨。青衣，千万不要勉强。放心吧，我可是0ENG6刑侦玉偶，肩负着拯救新艾丽都所有市民的职责，可不是像人类那么脆弱的存在，是吧，小帮部？对面的 AI， 现在将接口的权限开放给你，开始同步吧。了解，开始同步。总之隐藏通道就在此处，被我扫描一番，看来帮榜帮榜没有说假话，果然在这里。
刷牙布是泰迪的可能性为主人，您慧眼如炬，该刷牙布身份不明，并非泰迪。这本就是治安官的分内之事，绳匠，你还是转过头去吧，我不想让你家的帮部看到接下来的工作啊。这个是记忆芯片吗？哼，犯罪分子总认为王者是不会说话的，只要封口就可以掩盖罪行。数据已经恢复出来了，接入我的思维空间，我把数据共享给你。竟然用刷牙布当作隐藏通道的开关。输入密码，然后就能芝麻开门了。提示：刷牙布身上有线索的概率为99%。竟然把刷牙布用来当作打开隐藏通道的开关。那群没教养的家伙把智能构造体当什么了？本来以为会收留帮帮帮帮那种家伙的犯罪组织受限于智能，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看来我想的还是太简单了。幸运，虽然您被刷牙布条件反射地咬了一口，不过发现了隐藏在布嘴里的开关，按下它就能打开隐藏通道。已知，贴纸下歪歪扭扭地刻着四个数字，该不是隐藏通道的密码吧？不是隐藏通道的密码吧？隐藏通道的密码吧？赞同，青衣治安官非常正确，以这样的智力参与犯罪活动确实过于自信。虽然您被刷牙，线索已了然，可以退出思维空间了。输入隐藏通道的密码就可以开启了。你没有忘记吧，升降？我记得密码是绿洞开门。监测到帮帮帮榜的一名混混正在向您和青衣治安官所在的位置靠近，由于您二位娇小的身躯及对方的智力所限，暂时还未被发现，但继续前进是不可能的。建议以青衣治安官目前的状态，考虑到他还有78.63%在逞强的可能性，此时应避免接战。 Ferry 为您精心准备了两条出其不意的计谋。沉迷电影下班神话的混混完全没有察觉到青衣治安官手持三节棍跟在他身后，咻大混混应声倒地，失去了意识。标记了混混的位置坐标，救出所有帮部后联络救援逮捕就可以了。从他身上搜出了跟帮榜帮榜持有的相同款高活性以太喷雾，看来迷晕帮部的手段是相同的。多帮部全都得救出去才行，这只帮部的脸怎么如此抽搐？提示：以下为帮部不宜信息，为保护伊埃斯的身心健康， Ferry 将把拆解替换为摸摸，生命体征替换为最后的底线，语义将存在一定的偏差，请谅解。这只帮部疑似遭到了毫无人性的摸摸，已失去了最后的底线，
只剩下一具躯壳。跟刚才的沙牙不一样，又是一只，太没人性了，一次又一次对邦布犯下这样的罪行，只是为了将他们的身体据为己有，转卖牟利。人类的欲望竟然可以扭曲到如此地步，完全坏掉了。完全坏掉了，等救援结束后再带他出去吧。还有意识，坚持住，马上救你出去。主人，扫描到一只没有受到侵蚀、意识相当清醒的果核部。它虽然试图完全躺平，却以极高的频率进行着左右幅度为0.5厘米的重复位移。推断，该果核部试图装死，但由于过于害怕而暴露。我是镇安官青衣，你已经安全了，果核部。怎么抖动的频率更高了？难道是因为未经许可擅入空洞，看到治安官反而更慌了？哎呀，完全坏掉了，等救援结束后再带他出去吧。你的朋友果核部，一会儿出去充上电，他就会醒过来的。调节电机部，读取他的记忆芯片吧。是电机部的视角，看来成功进入了他的记忆。竟然用大功率电流打开了门锁，不可小觑呢。是邦邦邦邦的据点深处。规模好大，果然还有守卫。有动静！哎，怎么这里有只邦布？是逃出来的吗？给我站住！我好似看到沙牙布的身影，暂停调查一下。等一下，刚才那对邦布里有一只是沙牙布，需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泰迪。为了保护赫利，泰迪的耳朵上有磕到的缺口，屁屁上有赫利小时候不懂事涂上去的胶水，是泰迪没错了。侵蚀症状已经相当明显了。
要赶快。确认了泰迪的所在，但要如何进入这片区？可不能让已经抓到的帮布跑了。竟然深谙凌波微步的步伐，了不起。要是被老大知道，这个月工钱就要被扣光了。帮唱他。看你往哪里跑。竟然钻过去了。小帮布，你没有节操。你过不去了，放弃挣扎吧。帮布跑掉了，老大，老大！你，这种事怎么可以叫老大呢？数据断裂，到电击部最后消失的地方手动恢复。此时的电击部还有行动能力，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一路跟踪进去，电击部会逃跑到遇见我们的地方。还缺少一些信息，继续找找剩下的片段。数据已恢复，可以开启下一段记忆了。这个应该是电击部遇袭时的一段记忆。被电击的帮布们都苏醒了过来。都被打晕了，竟然还想跑。酒不吃，吃罚酒。这应该就是混混的朋友。这个混混就是这个团伙里的大哥，不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智力，都超过了我们之前遭遇的那些混混。至少超了0.73%。快看，0.73%，刚才提着电击部的手套被电流完全烤焦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比对他的指纹，查到他的真实身份了。这个0.73%果然不简单，是三起刑事案件的在逃嫌疑人，怪不得一直没有落网，原来是躲到空洞里来了吗？哼，既然这么想去治安局坐坐，待会儿再见面的时候，休怪我手下不留情了。电击部把自己最后的力量化作电流释放了。灵，入口就在这里。信息收集的差不多了，可以回去了。电击部真是帮了大忙，去隐藏通道那儿吧。泰迪应该就在这儿，是那个0.73%，打倒他就可以救出泰迪。完全坏掉了，等救援结束后再带他出去吧。完全坏掉了，等救援结束后再带他出去吧。完全坏掉了，等救援结束后再带他出去吧。赶时间，别挡路。
经到这个数值了吗？目标就在前方，青衣还坚持得住吗？我无法，这泰迪要紧。认罪无法吧。市民都带出去，一只都不能少。尝尝这个，倾城。叶恒。事不过三，我们已经被治安局服务过三次了，要不今天就不要服务了吧。误会了，我今天只是想来道谢而已。非常感谢二位义士协助邦布失踪案的调查，刚才已经把维护好的泰迪送去赫利家了，两人团聚的样子甚是感人。道谢不用在意的啦，再说我们好像也没帮上太多，对吧？确实，要不是青衣的话，这次差点连 EIS 都带了进去。嗯，你刚才说什么？是想问一下青衣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身体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经过维护以后的状态甚至比之前更好了一些。倒是朱渊那家伙每天没完没了的唠叨，实在是太乱来了，比较头疼一点。朱渊只是希望你能更珍惜自己一点吧。其实我也不是一个对自己那么不上心的人，我很贵重这件事我一直都知道，只不过身为玉偶，对生命的看法确实和人类不太一样罢了。就如我之前说的，智能机械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在关键时刻能够被舍弃掉。不过这次在空洞里的时候，可以说的确感受到了某种重量吧。哎，空洞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硬要说的话，大概就是体悟到了生命的分量吧。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类传染了。其实，无论是邦布也好，还是青衣也好，我们从来没有觉得你们是可以在关键时刻能够被舍弃掉的东西。不错。都是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伙伴。主人，友情提醒，群发的夸夸也请不要漏掉 Fairy。
空洞里发生的事差不多就是这个感觉吧。结果到底发生了什么？好像说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说。这么好奇的话，不如我来推荐店长考取协理治安官如何？治安官哈，感觉不大适合我，毕竟点对点社区服务这种工作实在是……哼，说到这个，朱渊他在了解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已经将全面铲除省网的计划暂时搁置了。至于点对点社区服务，很不幸，那个今后会成为常规化项目，可有的头疼了。对了，上次为了社区服务借的那些恐怖片我也带来了，正好换上。片子里关于附身的桥段有点感同身受呢。哦，怎么说？高智能机械要怎么感同身受这个？还好伊艾斯出门办事去了。什么时候在那里的？我是说零一号。等等，被附身的滋味的确挺不好受的，不过好像真的会变强哦，对吧？哎呀，